位观众朋友们，我刚刚在维也纳的机场下机了。现在一下机之后啊，我们准备上后面这辆游览车，我们的行程要开始了。这次我们从台湾出发，飞了大约9000公里，要带大家到欧洲的奥地利跟捷克，以维也纳为起点，顺时针绕一圈，将这两个国家最知名、最重要的景点、最有趣的故事，还有最特殊的景色，好好的看一遍，去体验一次跟童话故事一样神秘又浪漫的旅程。上了游览车之后，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要到一个被雪山所包围、建在湖泊旁边的一个古老小镇。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最重要的景点。我现在走在这条路上啊，这里就是哈修塔特的路上。现在时间大概是中午的12点左右，所以你们还不要紧张。我们先吃完午餐之后，再带你去看这个非常厉害的地方。身后这一家就是我们第一餐午餐的地点。一个依着山而建的一个小镇啊，就在湖的旁边，非常非常的有名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占地很小，大概只有6平方公里而已，而且居民啊只有900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吃饱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去逛逛这个小镇了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梦幻了，只有梦幻可以形容这里。现在站在他们最主要的广场，你看我身后这些建筑物啊，超级漂亮。最知名的就是我身后现在有一个教堂。而且啊，这个小镇的那个构造啊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依着这个湖边，就是一条小路而已，不停的往前走，然后这些小屋子啊就建在路的旁边。这个小镇虽然小，但是它也是有很多小道，如果你好好的逛啊，就会发现到很多秘境跟美景。哇，我们的下一站是距离哈修塔特大约1.5小时车程的城市，叫做萨尔兹堡。这里除了是一个美丽的小镇之外，它之所以会闻名，是因为在200多年前，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这里出生了。是哪一位厉害的人物在这里出生呢？我们来到他的老城区，穿过拱门，眼前这个黄色建筑物的2楼，右边算过来第2个窗户，这里就是莫扎特出生的地方。进来看到莫扎特出生的地方之外呢，下面这里一整条啊就是大街。那我们现在去看看这里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因为晚上亮灯了。你看看后面这一整条街都亮灯了，这个莫扎特先生住的地方也太美了吧。当年啊，这里就是商业街嘛，然后事隔这么多年之后，这里依然是商店街，左右卖就很多了，像服装的啊、吃的啊、喝的啊，像这里有麦当劳。在后面这间这么美的地方买了我萨尔兹堡的磁铁，太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玩了一整天，也是时候好好睡觉，调个时差了。但是今天住的这个地方蛮特别的，你看我这个旅店哦，感觉好像迷宫一样，这么大一间。第一天的行程先总结一下，我们从维也纳下机，
先开进了奥地利的中心，看了哈修塔特，接着再往东开到萨尔兹堡，今晚在萨尔兹堡旁边位于奥地利跟德国边境的饭店先休息。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德国，明天就要往捷克前进。为什么地理环境要跟你说的这么仔细呢？今晚先卖个关子，我们 day two 再见。各位早上好，我们在这里正式醒来的第一天。听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，现在我们依着这个窗户而坐，准备吃早餐。真是个快乐的早餐啊！好了，吃完了早餐，现在也差不多要去收拾了。但是收拾之前呢，让你看看我房间的阳台。这里有一些小枯叶，但是最厉害的是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就有一座白白的雪山。今天我窗外的这座山脉，其实也属于阿尔卑斯山的其中一部分。也是贝希特斯加登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。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，早期也因为生产岩盐而有名起来。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行程呢、我刚刚开了车大概二三十分钟吧，来到现在这个地方。你看我身后就是很美的雪山，下面还有一些河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体验一个到这里的盐矿。而我们今天来到这座盐矿的门口，就是要下探到采集盐盐的矿区，体验半天的矿工生活啊。但比较可惜的就是不可以拍照了。我们进来之后呢，拿到了工作服，等等呢，我们就会换上这个跟采盐矿的人同样的服装呢，再进去下面。我穿了一件 oversize 的工作服，不应该是 OK 了。好，现在你准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。哇，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，我们刚刚进去之后啊，坐着那个绿色的小火车呢，就一直一直往下，就深入到整个地底下，我们就正式去参观了、那个矿工到底是怎么在这个地底下采盐的。那有几个比较特殊的体验，就是呢，你有机会滑两个超级长的滑梯，因为你要一直往下到地底下嘛。然后你可以看到的呢，就是那个隧道啊，非常非常的小，它就刚好在你头上，刚刚好可以让你通过而已的那个小隧道，就一直一直往进去里面，里面都暗暗的，然后有一点点潮湿，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地底下的味道。那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点呢，就是因为地底下他们有一个盐湖，所以你就想象啊，你在地底下的盐湖上面坐着一个小小的木船，在上面漂流，然后旁边又有一些类似很简单的灯光秀，但是配上非常非常优美的音乐，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在地底下坐船的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相当的好了。那有没有发现背后这个景也相当相当的美？好，这里开始参观完了，我们要往下一个地方前进了。参观完了盐矿，我们从德国顺路经过昨晚的萨尔兹堡吃个午餐。吃了午餐呢、我们今天稍微赶一点路，要往东北的方向去，要开大概200多公里吧。冬天的季节天黑得特别快，我们穿过奥地利，终于来到了捷克。今晚我们要步行穿过城墙，住进一个神秘的小镇。现在时间大概是傍晚的5:30，那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这个叫库伦洛夫的这个小镇，是一个无敌无敌美丽的小镇。那只是因为它这么小啊，所以呢，每次巴士啊车子进来会有管制的，我们这些旅客呢只能在整个老城的外面先下车。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小背包，因为呢，我们要背着这个背包啊，然后来到这个旧城区。今天我们就住在这个旧城区里面的一间小饭店里面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房间了，就是在它古城区的那个
市中心广场的旁边一点点而已。然后你一进来非常清楚，就可以看到天花板就是非常古老的那种木结构。你看这个梁柱嘛，上面还有雕刻，非常非常的精细，也不能说很精细，但至少你看得到它是一种有历史感的一个建筑。好啦，待会你们看完我这个老城区的房间之后呢，我们现在着装完毕。现在时间大概是傍晚的6点多左右吧。我们先在这个小小的地方逛一下，然后在这里吃个晚餐。虽然现在只看到了一点点了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对这个小镇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太夸张的美了。然后看我走在地上的这种石头木板啊，旁边有人在表演啊，太美了。今晚我们在古城里吃了晚餐，但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很酷炫的事情？今天醒来，我们在德国吃了早餐，在奥地利吃了午餐，最后在捷克吃了晚餐，三餐都在三个不同的国家，这件事我觉得相当特别的。如果你好奇这个古城白天是长什么样子的话，那么赶快先去睡个觉，明天一醒来。现在的时间大概是早上7点多左右，然后现在是大概-1度，刚刚我看下雪，其实也没有了，但现在地上有点湿湿的。你看，整条街道都是我的，身后这个景是不是整个太浪漫了？好，我现在趁着太阳还没出来之前，还没有旅客之前，带你们去再小逛一下这个地方，其实是我自己私心想要逛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就算你已经正视眼前看到它，你还是觉得这个是假的，这个太漂亮了。然后你看这些有工作人员正在清除刚刚下过的一些积雪了。那这条路呢，等一下导游也会带我们再逛一次，但是我就想要让你看看现在完全没有人空空的时候，我不能相信这也是真的。我走过这个桥啊，下面呢就是这个河流，就是把这整个小镇围绕在一起，然后旁边呢就有很多的那个城堡啊，就依着这个这样建起来。不可能是真的，这个地方太美了。看着这个广场的圣诞树，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正式要走今天的行程了。在行程开始之前，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古城，你才能够明白它到底有多么美丽。捷克最重要的河流伏尔塔瓦河，流到库伦诺夫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马蹄状的河道，而中间这个小小的陆地就成为了今天库伦诺夫的老城区。而城中的建筑都是从14到17世纪之间所留下来的房子。昨晚我们从城堡的拱门下进城，睡在了位于广场旁边的小饭店，而今天早上我们就要走过这条跨越河流的小桥，到它对岸的城堡去参观。好，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从这里进去，那往上爬，爬上去看这个城堡。这里我们顺着这个3层的楼梯啊，慢慢往上爬了，非常非常的期待。穿过刚刚的拱门呢，我们就已经正式进入它这个城堡区、古堡区里面了。如果你们好奇啊，墙像这些看起来像砖的地方呢，其实都是画上去的。刚刚啊，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往上看，不是看到一个白色的通道吗？我刚刚就已经把它通过了。但是要看这个小镇最漂亮的点啊，要再往前一点点。太梦幻了。
Oh yeah！ 我终于入住我今天的饭店了。我们现在驱车大概一个小时多之后，来到这个城市，这里叫做 Pilsen 皮尔森。那我们住在他这里的这个万豪酒店。让我跟你解释一下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捷克这里酿的啤酒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，而且我相信啊，你们对于捷克的啤酒应该也不陌生。如果你有常去一些便利商店啊，或者是一些大卖场啊，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个深绿色罐子的啤酒叫做 Pilsen， 那个呢就是捷克这里最重要、最知名、最大家喜欢的啤酒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城市啊，这里呢就是酿造这个啤酒的地方。其实我们入住之后啊，距离我们这里大概200多米之外呢，就有一间这个啤酒的酿酒厂。今天现在我就要带你们去参观一下这个经典的酿酒厂。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兴奋。Let's go。当然，参观这种工厂，不外乎就是跟你介绍啤酒是怎么酿造的。但是本行程的最大重点是可以真正去到他们存放啤酒的地方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我们现在往下走啊，走到它的地下通道，然后去看它可能储藏酒的地方。看我身后这个橡木桶啊，这个里面呢装的就是啤酒了，要在里面放5个星期之后呢才可以正式来品尝。那旁边呢，等一下我们要喝到的就是最新鲜最新鲜，就从它的桶里面直接拿出来的啤酒了。好了，最新鲜的啤酒我要喝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奥捷的旅游地图其实已经绕了一半，也就代表上半场已经结束咯。上半场你最喜欢的景点又是哪一个呢？下半场还有很多特别又浪漫的行程在等着我们，所以我们下集再见，拜。